lover。那我今天呢就是来到台北九份和十份的一个区域，那我现在呢就在这个阴阳海这边附近，这边真的好美，而且今天天气也非常的。是以前台湾人他们在这边的话有采矿，然后他们采矿呢，这边附近还有一个工厂，大家看到一个工厂，一个采矿的工厂，然后他们以前呢采矿的时候呢，就把那个水流下来了，然后就形成这片一片皇城。那这皇城呢，现在也开始慢慢的消退了。这些皇城呢，是以前他们流下去的时候，他们被海水氧化过后，它会形成一个皇城。那我们现在然后就赶紧接下去九份。OK， 那我刚才就一路走来到这个九份，那我现在呢大概是在约九份的最高端，给大家看一下这边一个观景台，可以看完整个那个九份的一个街景，超美。现在呢，我就来到这个九份的国民小学，这应该是九份最高的一个地方。可惜今天他们没有开，所以我就上不去了。然后这个小学对面呢，就是一座山，是阳明山吗？还是山？我也是不知道。对面真的好美，可以仔细看一下。
那边有凉亭哦。可是今天的行程呢非常的紧迫，所以我们就没办法来那边了。今天的客人依然很多，而且是个普通的天，今天是一月三号，客人也很多，外国人也一样。那这边附近呢就有一个关帝庙，如果下次大家能参观的话 也不妨来到那边哦，而且可以请求这样的平安幸福身体健康。那由于行程的关系，我们现在要就要赶紧去到了十分，就在此跟九分说下再见，希望下次能到这边来多一次。待会呢到了十分呢，我会介绍一些当地有名的土产给大家，然后给一些意见或者是一些拍照打卡的景点，大家期待一下哦。那我们换下一个地方，拜拜。哟，那我现在就来到了十分瀑布，耶、yeah.那在我身后呢就是一个吊桥，那我们现在就走了这个吊桥，然后前往瀑布。那现在这个吊桥呢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了，也非常的摇，所以走路的时候非常没有小心，好多人在拍照，还有很多外国人跟韩国人在这。那应该时间上的关系呢，现在我们这边在那边拍影片的，我就给大家看几张照片。在那边拍的超美哦，那边真的超壮观，而且人太多了，是实在是没办法在那边都能拍照的。那现在我们就出发去十分放天灯。大家，那我现在就在这个十分这边，这边是一个经典的火车轨道。那我刚刚就在那边放了天灯，等下去给大家发个几个照片。这边真的是人好多、啊。我们在上面。
嗨，大家好，那我现在就到了六福村，那我们现在就先确认那个票，然后就再一起进去吧。那我个人蛮期待的，就是他们所谓的那个风火轮，就是那360度旋转的那个过山车之类的东西。那我可以看的那个笑傲飞鹰，我个人也是蛮期待的。然后在那边看到那边有也建筑一个水上乐园，可是到现在还没有开，它只是到六月才开，所以这也蛮可惜的。我刚才看了这样的地图过后，仔细也看到了有很分了很多的一个部分，那一些部分呢是属于有动物园之类的，然后有比较刺激性一些的。然后现在呢我们就在坐去了这个 South Pacific， 那 South Pacific 里面呢的东西呢会处于会比较刺激的之类的东西，不过里面呢也很有很多一些适合那些小朋友玩的，所以这些游乐设施呢也可以适合家人跟小孩子一起来玩。那边也有动物园，待会我们会去动物园看看。我现在去坐了这个蒸汽的火车，兜一圈这整个六福村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大这个车子准备去撞我朋友，然后我朋友在前面呢，这边呢有一个，现在上街上坡是越来越慢了，但是我们已经很努力的在爬在骑，虽然脚是有点痛，但是我们为了要撞我们的朋友，我们好积极的让爬，虽然是有点慢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真的好慢哦，我们朋友在前面哦，今天我们赶哦。成功撞到他们了，耶、yeah! ！超爽的哎、欸！
呢，就在这个六福村玩了一整天。由于刚才工作人员不让我拍摄，所以不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刚才的情况。但是我可以跟你们分享心得呢，就是如果你是一个爱挑战的人呢，我不建议你去做这个笑傲飞。就比如刚才一个老油井呢，是一个也是一个360度旋转的一个类似进击版的一个海盗船，那个也是不错哦。只不过如果你是有头晕、高血压或者是颈部和背部有处理状况的人的话，不建议你们去玩。那这个地方呢，是适合家人可以带小朋友出来玩的一个主题乐园。因为呢，刚才呢，我们是有动物保育员跟他的猛兽员，然后在这个里面呢，我也认识到了一些即将濒临绝种的一些动物，比如白老虎、孟加拉老虎。如果你们是热爱动物的人的话，你们也可以来这边去参观参观，也可以学习到一些新知识，就当做一个增广见闻的一个之旅。然后呢，在里面呢，我也学习到了我们人类不应该广泛涉猎的一直去砍伐，就让他们濒临绝种。然后当你们可以让他意识到他们濒临绝种的时候呢，懂得去珍惜它，到时候就什么东西也没有。那么呢，你们也可以承担那个蒸汽火车，那蒸汽火车呢可以环绕这整个的主题乐园。主题乐园里面呢，可以看到一些动物，可以看到一些游乐设施。那这个主题乐园呢，它的开放时间呢是早上9点到下午5点。那这几天呢，我跟我朋友在台湾的毕业旅行呢，也是差不多要接近尾声了，所以明天是我的最后一天，我即将会淡水老街跟娱乐码头。在那边呢，我不会再拍 vlog 了，因为明天呢就最后一天，我想跟我的一些朋友呢就好好享受一下我们这趟的之旅。如果你们想看一下我一些照片的话呢，你们可以去追踪我的 IG， 然后我的 IG 呢会写在这边，然后呢你们可以去观看一下我的生活照。那影片就结束了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你就请按赞或者留言，可以告诉我下一次我应该要去哪里哦，或者是你们有什么感想的话，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说。如果你们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话，就请按一个订阅，然后你按旁边的小铃铛去开启收到通知哦。那我们下期影片再见，拜拜。